哎 ，Hello 哥，来来，请进请进，斜有点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请大家就是跟着我的脚步，来看看我们在韩国的宿舍吧。你在干嘛？你这个炸鸡不是昨天点的吗？你昨天点的，然后你就是不分给我们吃，然后你就说你明天自己吃。没有啊，这是吃剩的呀。他刚才给我吃的。对啊。他没有给我吃。你也是点了披萨还有薯片，你是非常喜欢吃这个牌子的薯片。这也就是我们平时吃饭然后聊天的地方。这儿在这吃的，我们有六个人，这边就是我们的那个厨房。我们这个厨房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江欣希还拿这个高脚杯刷牙。你拿这个漱口上次。对啊，他刷的牙。我是用这喝药。他洗脚。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厕所，这个房间非常的有秘密。秘密啊，这房间有，这房间里面还藏着一个小卫生间，然后这个卫生间只有我才能用。什么意思啊？只有我跟店家可以用。我没洗过、啊、就是你怎么没洗过？我刚洗澡。你在这个房间因为我跟他就是个子比较。什么意思？说自己没带上毛巾。反正就是如果信息在里面洗澡的话，肯定就是啊就撞。大家可以就是脑补一下那个洗手间有多小，他可能抬个手就撞了。干嘛干嘛？其实也就适合 K 歌。你不要垫脚，你不要垫脚。垫了，你给我下去。然后这个房间是我们三个人住的，垫甲、我跟信息。然后信息每次都是就抢着这个房间去洗澡，一般他都抢不了第一个。对啊。这个是我们的电视，我们没有打开过电视，其实。其实大家一起在这看个电影应该很温馨，只是没有这个心情。没有时间，没有这个时间。啊，这是我们的空调。哎，我们有个福利。只有客厅跟我们房间有空调。你不要再硬说了，再硬说等会儿他们所有人来抢当屋了。哎，好，还有那个阳台也不错，阳台是不是不能去？哎，住手！这儿那个什么晾衣服的就不看了哈，然后这边就是一个贼拉大的阳台，平时没事还能看看风，看看风景，看看风景，听听雨。然后这个是我昨天。这才是主题是吧？这是我昨天就是从那个拍摄现场，然后工作人员就是送我们的花，然后非常的贴心，就说可以拿一束花回去。不是你要的吗？送的，就是走的时候就说，哎，你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孩，给你花。编吧你，越说越夸张啊。没有，真的是那个工作人员姐姐送的，就是没有买那个花瓶嘛，然后就拿了一个这个。就是简单的帮了一下，这就是我们宿舍大概的样子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其实就是咱六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平时我们就多吃饭，然后就都会一起看个视频啊什么之类的，跟大家想的应该都差不多，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。 OK， 这就是我们的宿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。3、2、1。